啊，我们选笔啊，一定要去锋强，弹性好，蓄墨足，这样的笔啊，可以让我们蘸一次墨，告一次笔，可以把整个字来写完。一支好的毛笔，不仅要能写出复杂的笔画，还要使这样的小笔画表现得更加细腻自然。选一支好笔还是很有。